这是 Delay，大家好，我是 Denzin Dendar，欢迎收看丹达读懂的4分钟藏语教室。小时候在学英语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一首歌。这一集我们来学身体的器官各个部位的藏文。当我们学完大部分常用的身体部位的藏文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学如何描述这一些部位，以及当我们生病受伤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表达哪里受伤、怎么样不舒服，以及相关的保健保养的藏文。好，我们先来学头部的藏语。头在藏语呢叫做国，国。那藏语呢有一个词叫做国尼玛，国尼玛。国呢是头，尼呢是二。国尼玛字面上呢就是两个头的人。那其实呢它的意思就是双面人、两面人的意思。国尼玛，国尼玛。那脸、面部藏语呢叫做东，东或者是东巴。懂吧？所以狮面空行母藏语叫做 sen dong ma sen dong ma sen 指的是 sen ge 狮子，dong 呢是脸，ma 呢是女性，所以 sen dong ma 就是狮面空行母 sen dong ma。那另外呢，我们说怒目相视，怒面以对，摆个黑脸，摆个臭脸给人家看，藏语呢叫做 dong ban na bo den dong ban na bo den。东巴呢是脸，那波呢是黑，所以东巴那波就是黑脸、怒面的意思。den 呢是显示，所以东巴那波 den 呢就是显示黑脸，就是摆个怒面、摆个臭脸给人家看的意思。哎，那我是邻居，底下有嘛？吃过三文鱼呢？哎，那动脑的呢？就我是不是在的？哎，那马代吃个肉啊？所以呢，摆个臭脸。怒面以对，藏语呢叫做 dong ba na bo den dong ba na bo den。那眼睛呢，藏语叫做 mi mi。耳朵呢是 am jok am jok。口语呢是 am jok。那书面上呢常常会写 na na 或者是 na wa na wa。鼻子呢叫做 na na。嘴巴呢是卡卡，所以我们在学辅音的时候，嘎卡嘎啊，那个卡就是嘴巴的卡。那嘴唇藏语呢叫做曲朵曲朵，那牙齿呢藏语呢叫做嗦嗦，而牙龈呢叫做嗦呢嗦呢，舌头呢是介介。或者是 jelep jelep，上颚我们可以说 gan gan。好，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国国国尼玛国尼玛，懂懂懂吧懂吧，生动嘛生动嘛，懂吧拿波电。东巴拿波电，mi mi am jok am jok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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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 na wa na na ka ka chu d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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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说你，借，借，jelek，jelek，gan，gan，好，以上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学身体其他部位的藏语。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这是 delay。